塞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小安暑假作业还没做好，他居然想要一盒彩虹棒收买我，让我帮他写暑假作业。这肯定不行呀。爸爸，这个可是彩虹包第三代，里面可是可以拆除叉二卡的。叉二卡很难出的，肯定出不了的。那要是你拆出了叉二卡，那你就帮我把暑假作业做完，可不可以？不然我要被老师骂的。有叉卡吗？如果有叉卡，就让我考虑考虑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里有没有叉卡呢？来吧，我们先拆左边，左边容易出黑背，不知道容不容易出 X 傻卡。来，出来，先来让我看看。一张纸背，继续继续，又是一张纸背，来来来，纸背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没有了。好，再来五包，解开来，出来，来来来，一张白背，继续。哎，你们看，哇塞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先放这边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哎哎哎，又是一张，那现在右边了，解开来。加油加油，一张纸背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一张白背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没有了，最后的五包啦 ，X 傻卡 ，X 傻卡，来吧，继续，一张纸背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没有了，还有一张白背就没有了，来，那就让我们先看看白背有什么，可可派没有，楼楼，然后是苹果椒，再看看纸背。SSR 睡龙没有，大熊皮皮又是皮皮，碧琪最后一张是碧琪的 USR， 挺漂亮的，你们看 bling bling 的，哈哈，你看没带出叉卡，看来你要自己做作业了呀。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做完暑假作业了吗？不会你们也没有做完暑假作业吧。